土豆粉和米线的区别如下：一、制作主要的原料不同，土豆粉主要原料是土豆，米线的主要原料是米；二、形状不同，土豆粉呈圆条状，比米线粗一些，米线也是圆条状，但是相对土豆粉更细一点；三、营养不同，土豆的营养价值较高，土豆中含有淀粉、蛋白质、脂肪、糖类，还含有人体必需的21种氨基酸和维生素 B1、B2、B6，以及胡萝卜素、维生素、纤维素、钙、磷、铁、钾、钠、碘、镁和钼等。米线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、维生素、矿物质及酵素等，质量好的米线具有的营养价值更高。